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了。嘿嘿，万伟农贸市场。阿姨立马当先冲在前面。哦，这里可以买青菜，我们可以把姜、蒜。姜蒜不是。蒜可以多买一点、嗯，做海鲜要多多的蒜和姜。这边是卖鸡的。鸽子，肥肥的。生蚝吗？生蚝怎么卖？送两块。嗯。三块也有。这种大的三块是吧？送三块，用四块。那你那个沙虫怎么卖呢？那怎么？12块一两。十二块一两。对，弄好了。一两有多少啊？一两那你多少？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些摊子虽然看起来没开，但是里面都是有货的哟。看看，哇塞，这个好大呀！澳龙，它里面其实都是，这些都是有货的，只是还没完全开档。我们是不是来太早了？我们太勤快了吗？哦，活的八爪鱼，可以白灼来吃。我们今天究竟要吃些啥呀？你看上什么就吃什么，今天你说了算。我要吃，我这是什么？哎，老板，这是螺吗？是啊。这么大，这叫什么？多少钱啊？45一斤。一只有多大嘞？大概3斤左右。3斤左右。那象拔蚌怎么卖呢？35一斤。35一斤，要不要？我不知道。4升。4升啊？嗯。中午要做几个菜啊？不知道，你想吧。哎呦，那种大的怎么卖呢？哪种？八十一斤。这个看起来好舒服哦。确实。但是他们好像都不负责处理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老板，在你们这儿买都不负责杀的吗？不杀。那你杀不了我，帮你杀不了我。啊，这个杀不了啊。啊，这要用水烫才能洗干净的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怎么杀也可以的。你把那个肚子开一下来。肚子开一下，然后呢拿开水烫。拿开水烫，洗干净那皮呀。啊。它皮那里有一些那个。粘液。黏的那种，你用热水一烫，你就洗干净。哦。就是跟普通鲨鱼比较类似，只是要用开水烫一下。对。61。好。1斤4两。支付宝。就算60呗。嗯，对。是沙虫吗？这个就是沙虫了。活的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活的吗？不是我的。它不动呗。哦，我戳一下。哇，在动。这个怎么卖呀？48一斤。你自己煮啊，拿去我自己煮，我自己煮。满足的时候你烧开水，嗯，倒下去捞匀了可以。倒下去就捞下来？不是。倒下去捞匀，捞匀啊，这样不用等水开吗？不用哦，水太开太烫的不好吃了。OK。吃完了早上的海鲜粥之后，我们准备给喵总做生日正餐了。嗯，当然也是海鲜的。嗯，来先看看我们停在哪里。我们停在了海边边上，嘿嘿，漂亮死了。我们一会儿。做完饭吃完了以后要出去玩，我还要放风筝，我还要教四喜追求。看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今天买来的鳗鱼，还是活的。哇塞，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造型啊？刚刚才这个造型，这个吗？特别像西汉时期的那个龙形玉珏，像不像啊？可能龙类本来就是人类根据这些东西幻想的吧。好吧，我们现在要在这里。盖一刀，哎呀，你小心点，好像超级化。对，他已经死了吗？没有啊，活的。啊，你小心别弄到手啊，爪爪。嗯嗯。哇！天哪！今天这一集要变成花爪大战鳗鱼。哎，好不好？我们说好了啊，一刀毙命。谢谢你长得这么肥美。啊！呀，你这是。要烫它呀，烫一烫，把它那个粘液就可以洗掉了。哦，它终于死，不是还没死透呀？天哪！死透了。我觉得它尾巴还在。粘液变白了，看到没？给撕下来了。哦，好吧，是你在动它。
这条鱼我们杀了有一个小时了，终于死透了。在此期间我们去洗了特别难洗、特别特别难洗的血蛤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呀，这样子能够把它的粘液洗掉啊。嗯，洗完之后就看着变成了黑色的了。用刀背来刮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一点，是吧？嗯，来，让我看一下你的刀背。我们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拿胡椒盐抓一下，然后腌起来，一会儿拿来红烧。画爪，我觉得你好厉害哦。没有啦，杀的不是很完美。第一次杀鳗鱼，值得记录。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烫，这叫血蛤。因为它现在开始算八秒。到了。但是我觉得没好哎，就是这样，小心烫到手啊！看，已经开火了，看到没？哪儿？哦，哇塞，好肥！然后把它掰开。啊，就这样子吗？对啊。我可以尝一口吗？太柴了吧。嗯，给我尝一口吧。好啊。这个太肥了吧？有点腥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做好调料再吃吧。我不怕。哎，咸的。嗯。哇，肉是脆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是生的吧。对呀、啊、这个白灼就是这样的。我喂你一个吧，怎么样，是不是不能加盐呢？哎，苗总啊，嗯，要不你来开这个壳，那我就可以去招鳗鱼了。我不要，我害怕。吃你怎么不害怕？在里面是带血的嘞，所以叫血蛤。哎呦，还飞出来了。我们是早上买的虾，这都下午了，它居然还在跳。虾加了一点黄酒，就直接这样，嗯，然后就这样和吧和吧，慢慢的它们就变红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菜啦，好香。这是调的鳗鱼的酱汁儿吗？然后把煎好的鳗鱼倒进去，红烧。这是红烧鳗鱼吗？是啊。虽然吃过很多次鳗鱼了，但是还是第一次亲手做鳗鱼。这辈子第一次烹饪活的鳗鱼，之前只烹饪过鳗鱼干。好香啊！好香，都馋了。我妈是一个吃虾要连壳一起吃的女人，说这样子比较健康补钙，能馋到她也不容易。我们做这个是秘制鳗鱼。对呀、啊。好啦，起锅啦。要撒芝麻。啊，好吃的，馋我。看见没有？这次叔叔没有过来。看见没有，鳗鱼、大虾，看见没？在车上做的。在车上，在车外面做的。在哪儿啊？好吧。现在在海边。这个是今天的主角，今天的主角，喵总强烈要求要吃的鳗鱼。喵过生日怎么可能没有鱼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、这个是血蛤，这个也是喵总强烈要求要吃的。嗯。八爪鱼，这个是喵总看了一眼觉得可以吃一下的。是的，我们白灼了。这个是妈咪要求要吃的青菜，不是我们的风格。我要求要吃的沙白。嗯。这个是早上煮海鲜粥多买了一点的大虾。祝喵总生日快乐，永远十八岁。谢谢。好了，开动吧。好的嘞。吃块大的嘛，来。寿星吃块大的，我吃块小的。谢谢。好香，有芝麻撒进去。哇，好好吃啊。嗯，果然是我最爱吃的鳗鱼。嗯，我觉得已经有点照烧鳗鱼的感觉了。对对对对，好好吃。阿姨喜欢吗？好吃好吃。哎呦，太好吃了，我太喜欢吃鳗鱼了。四喜，你不可以吃海鲜，会掉毛。那再来一块、啊。一吃，多吃。阿姨也喜欢吃，太好了。嗯，这人好好嫩。嗯，又嫩又软。嗯，很多。嗯，它那个脂肪分布在里面啊，特别的均匀。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海鱼。大获成功。我给你打95分。运气好，真的好哦。今天上午吃了碗面，可是非常奇怪，心脏就饿尿。
们总是说我平时吃太多，但是人家真的真的梦里饿，一般自己觉得肚子非常饿，兔子分不清楚是头大卷了，还会全身无力唱歌跑远了，这样他们又要嫌弃我娘。一二三四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们决定扛着铁锹去海滩上看看能不能有点什么小收获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，喵总生日快乐，拜拜拜拜。